嗨，大家好，我是阿宽。嗨，大家好，我是萨米达。今天是礼拜六，就是萨米达不用去他老师那里上课，今天就在家里面我教他一下，看一下我教的效果好还是老师教的效果好。好，OK。首先学习一下拼音，拼音肯定是第一位的，很多粉丝朋友也说，首先学中文的话，拼音先学好。就如果学了之后，如果拼音不好的话，就很难纠正。再一个就是把这一周老师教的那个，东西，再我帮他复习一遍，看纠正一下。有时候这个老师发音不是很标准，因为毕竟是尼泊尔人嘛。然后复习完了之后，再教他一些，汉语的短语，中文的短语，比如说，起床、上学、上课、吃饭啊之类的这些最基本的短语。然后，最后就是帮他，教他写一些简单的汉字。他汉字现在，学的不多哈，就学了大概3-4天那个样子，我教了几次，学的不多。但是现在我是觉得慢慢要，学着写一些汉字了。他会认识一些汉字，因为他学的时候，你比如说看那些视频教程的时候，经常有一些汉字，他可以认识，但是他不会写。汉字对于外国人来说还是比较难的，你就慢慢开始教吧。好了。好。Do you want to speak out?OK, 他说我learn, 我学习，你们看。OK, 好的，开始。开始。你自己再读一遍。English B。拼音的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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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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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t。pot。pot。波。波。pot。波。pot 是pot, p o r t, pot, pot. I Nepali people say pot. 尼泊尔人他这个 po 跟 po 很难分清楚啊。慢慢来，死了你。po. 第一个先学啊 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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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那个。那个气，呼气，破，这吹气，吹气，吹气，吹，破，你说，再说一次，破，OK， 破。坡，坡，坡，再说，再继续。大。第三个。猫。猫，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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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坡啊。不好。no 坡。坡。坡，坡。For English for EF F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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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七西居吃吃鱼。哎，对，这几个很好。滋滋滋一五。嗯，好的，对对对，主要是开始两个，跟那个波，这个要重点啊，这是重点哈。对。波。波。坡。坡。哎。波坡。哎。坡坡。波坡。哎。波坡。波坡。波坡一样的声音，不是。波坡。波坡。波坡。好爽。波坡。波坡。波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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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气波波波啊波嗯波波波波啊摸摸佛佛啊佛波波嗯波摸摸佛佛啊佛就是坡啊坡摸摸坡坡这是坡坡啊坡坡坡坡摸啊坡坡坡啊坡坡一坡坡摸坡哎 yes 过的过的过的坡坡坡坡摸坡啊 yes yes 坡坡摸坡坡坡摸破啊破也打他拿了个卡他机器是支持是日支持是一五哎哎后面很标准过得过得、嗯、对不对真、嗯、是深猛你再念一遍嗯破破破第一个嗯破破第一个 first 破嗯，波，坡。第一个，第一个。波。第二个。波。坡。哎。坡，吹气，你吹气，吹气。这是坡。第一个波。波。第二个 ，the first， 嗯 ，the second。坡。坡 ，yes。波坡，马坡。啊，坡。到他那了，高考和机器是支持。后面。后面可以了，后面可以了。最主要是前面四个。日四四四一五。OK OK。前面四个需要加强哈。好好。好吧。好。波。波。坡。坡。摸。摸。佛。佛。佛。嗯。波波摸佛。波波摸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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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波摸佛。